最近身边的很多朋友陆续的感染了新冠，我注意到大家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比起两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现在大家变得爱调侃，喜欢自嘲，也愿意把自己感染的消息以及治愈的方法都分享出来，所以很多段子能够让躺在床上的病友们心情放松，没有压力的状态下可能笑着就把这烧给退了。那我画这些小画也是这样的初衷，希望可以鼓励着小阳人们继续加油退烧，也激励着小阴人们不要害怕，轻松前行，因为人类终将彻底的战胜这场瘟疫。